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悟星，欢迎收看我们的类原位模组生存啊。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一个苦力怕混合蜘蛛的农场。那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盖纯苦力怕的农场啦。那 我一开始是先用了其他的设计，但我发现那些设计都太过昂贵跟复杂，就有点懒得盖。后来呢，就找到这个比较简易的设计，但这个简易的设计，它其实也是设计给这个正常农场，就是没有分什么苦力怕、僵尸骷髅，就通通都会生的综合农场。但是我还是想，我只是想要火药而已啦，我并没有想要其他的资源，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些方法让它这个只生苦力怕或者是蜘蛛。那方法很简单，就是限制它们生长的高度。就是呢，原本的空间的话是大概 2.5 格高，那可以让除了 Enderman 以外，几乎所有的生物都会生成出来。但是呢，我就加了一个地板门，让它限制在不到2格的范围。那麦块的僵尸啊跟骷髅口身高都比较高，它们就会被限制，就没办法生出来。那我们的苦力怕比较矮，那它就会在这个有限制的高度正常生成。那当然也包含蜘蛛啦，因为蜘蛛它就很矮嘛，如果你要限制蜘蛛的生成的话，可能就要放一些方块在中间阻挡它，但这样可能也会影响它就是生怪的效率，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综合式的生怪塔啊，同时包含了这个苦力怕跟这个蜘蛛。所以说呢，现在的效率其实还可以啦。哦，我这边大概已经挂了20分钟吧，就已经有这么多的火药跟这个线。哦，看起来还是有一些骷髅头跑出来。那其实我还没有检查过我这个设计是不是哪里有缺漏，因为我就是用生存模式这样慢慢盖上去的，所以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板门的关系漏放了。那总而言之，它几乎大部分都是生这个苦力怕跟蜘蛛啦。那蜘蛛的线的话就不无小补吧。好，所以上面的话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repeater 来计时，那你也可以用那个漏斗时钟来计时也可以。那一样呢，我们的第二只账号的 Alan Love Miku 就在这个高度190格的地方 AFK，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确保只有这个地方会生怪，然后其他地方都不会生。当然我们选择的生态是海洋啦，所以比较不会有洞窟在下面生的问题。但是呢，听说如果你要让这个效率更好的话，你可以把它盖在沙漠生态鱼，因为在沙漠生态域里面的话，似乎僵尸生成的几率本身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呢，我目前的设置就是让它的这十层生怪平台的水流同一时间放水跟收水。那有些人的话可能会用交错的方式，就是一格放水，一格不放水，一格放水，一格不放水，这样子它在就始终保持会有平台让它们生成。然后的另外几层的话就是会冲水。那如果是比较旧版的麦块的话呢，是没有差别的，就是因为基本上麦块会瞬间把70个怪物生成全部都补满。可是呢，在 1.18 开始啊，我们麦块有修改了生怪的机制嘛，它不再是单纯看高度而已，它会平均的分配这整个垂直的 chunk 的每一个子 chunk， 就 sub chunk， 它会平均分配，所以生怪的速度会比以前旧版的 Minecraft 还要再慢一点点，所以变成说它可能没有办法瞬间就填满70个怪物的上限，所以搞不好用交错式的会效率更高一点。但交错式也是会有缺点的，就是如果你不使用这个生怪塔了，你想要把它关起来，但是正常关起来的话就是让水放出来嘛，这样子就不会生怪。那如果你用交错式的话，就会始终有一些怪物在平台上，那你可能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会有危险，所以我还是保持了这个全部放水的设置，这样子不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关起来，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好啦，那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多火药啊，就是为了之后我们要挖那个远古遗骸 Ancient Debris 做准备。我设想了两种方案呢，一个就是暴力破解法，做一大堆 TNT 直接用手炸的，另外一个是来盖自动 TNT 挖矿机。当然我不会盖太复杂的啦，我可能会盖最最最最简单的，然后让它自动的跑过去。可是我们都知道要挖最多的远古遗骸必须要在比较深层的地方，就是大概地狱 Y15 的地方，可是那里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岩浆池，比主世界多好几倍，所以你可能每炸一段距离就要开始清岩浆，然后它那是整个湖泊的岩浆，要清起来很麻烦，所以说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用手动炸的吧。因为你自动 TNT 机器盖好之后，你要再移动的话很麻烦，对，用手炸的灵活性会比较好一点。好啦，那这一集的话就一样到这边先结束吧，下一集我们就可以来利用我们取得的火药跟上一集取得的史莱姆球来做一些 TNT 和红石机关啊，来去我们的地狱挖这些玉髓锭或者是远古遗骸咯啊。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看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各位拜拜。